司令，请问敢是冠华宫中吉利陈志升陈先生？啊，你是谁？我是《真相》杂志的杨立言。《真相》杂志社。哎，林总啊，我讲了要紧，卖黑了，我有肖像权哦。 陈先生，你是卖紧张啊？我刚才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听讲你是副县长的后生，你平常时哦，恁爸敢会足关心你的事啊？关你什么代志啊？阮就是好奇，唔知影你爸爸是不是为了要维护后生的名声，对圈内底的环保单位施压 ？No comment, no comment 啊！喂，是我啦，我即摆伫停车场有人炸掉的，紧派人落来啊！ 对啦，较紧的啦！我甲你讲哦，阮公司的人马上就落来啊。你最好是较有站台哦，哎，若无你就卖给我，让你去派出所。你到底是要安怎啦？林哥。 哎，杂志交出刊了，所有的报纸也伫对了这新闻啦。哼哼，白媒体唔敢报的哦，咱真相杂志拢敢。哼，哎，引擎要下架，这无客气的呢。哎，污染大户现行，化工厂涉案馆偷排废水，还有这啦，冠老板在线美妆工厂不当解雇，还有这官场现行记，环保局包庇化工厂，吼。 这看来到底哦，真正是有够爽的。嗯，这才拄啊开始尔啦。我今日一透早已经甲迄陈志升啊，佮有副县长因两个人的关系吼，拢已经甲所有的报社啊，佮有电视台讲啊，因两个人今日哦一定惊到唔敢出门啊。是啊，你这波哦，真正是有够赞的。我看因两个哦，即马一定秘咧厝内，想讲啊死较好啦，是要跳海啊，是要跳楼，还是要吃安眠药啊，还是要啉农药？哎呦，嘿，对啦，啊。 哎，废水分析报告出来了袂？不能讲，但是报告出来，咱就开始扫落来公示。啊，这两天我们创啥？总没有什么拢唔做吧？哎，啊，你就是讲，咱的一间杂志社，都干那出一篇报道尔哦，你拢唔免阁去处理其他的新闻哦。啊，林进前有讲过啊，打铁要趁热，哎，遐个歹人哦，应该即马甲加好安安唔才对。新闻发酵需要时间。 因为许什么对策哦，还是许什么病嘛，需要时间呐、啊。我相信无外久哦，因会主动出面来澄清。啊是讲哦，找这当事人覆盖，不管安怎，一定会有动作。到时阵哦，咱就看事办事啊。哦，这样好杂哦。所以就跟你讲，要用头脑，不是用你的拳头舞。哎，我今嘛才知影，做记者哦，甲包工同款，会当惩奸除恶。哦，我今嘛哦，大家困到做好个。 心情哦，较轻松。嗯，看你今日遐样欢喜，等下做伙做一件，搁较欢喜的代志。好啊，什么代志？先保密，等下再甲你讲。哼，哎，大爷，甲我讲，哎，你袂用以为恁是情侣，就无爱甲我讲。哎，姐，啊，是气多啦。 阿侬到家，无要离开我吗？恁哪会知影伫遮？顶个你伫咧办公室，甲护理师讲电话啊！我回去以后，你就随挂电话。啊，我毋是叫你替我处理代志，你出去了，我就较回拨见，听讲是安阳月就知影你嘛住伫遮。哎，你是奇怪呢？这代志哪会足惊人知影？我进前就讲过啊，我甲我妈讲，我出国拍拳，出国趁钱，拢是骗的。 而且我进前，佮为着要趁钱，这是我足无好的代志。所以你是假讲伊知影你甲骗，才唔敢来看伊。放心啦，我来看伊足济届啊，我有甲讲，你小认真咧拍拳，所以无法度倒来甲看。伊是讲无要紧，啊，毋过我看会出来，伊真正想要看到的人就是你。哼。哎，好啊啦，莫遮感动啦，你去看你妈妈。袂用的啦。 我之前就有甲伊讲，我比赛赛期延长，我即马入去，伊向我问
我唔知要讲啥。我顶个来看伊的时阵，我有甲讲哦，你的成绩足好，所以有甲头家申请特别假，过两天转来甲看。伊今日佫敲电话甲我问，讲你当时转来，我是甲讲哦，你今日下飞机后就出来甲看。嗯，我哦，安怎啊？你穿安尼袂用个哦？知啦，拢嘛你穿好啊啦，迄鞋啊，佮有衫拢伫内底，紧换。紧的啦。紧啊你，哎，哦，紧的啦。哎，你做代志的风格，佮我愈来愈像啊。啊，就两人做伙久，本来就愈来愈像。嗯。就敢那迄老夫老妻同款，做伙久啊吼，就成了同款。就算我是普通的朋友，大家咧出出里哦，当然嘛愈来愈有默契啊，对不？嗯，哎、欸，迄是因为你成了算好看啦，啊，若无咧，想讲我想要跟你同款。嗯嗯。啊，真下输呢，啊。我穿安尼够好看，好看，而且有衣锦还乡的感觉。赞。那呢，我即马会当去看妈妈。当然咯，你妈看到你一定超欢喜，而且一定会融。嗯。对啊，我。好啊，我知你要讲啥，有啥话跟你妈妈讲。进去啊。哎哎，小蛋小蛋，还没被。你哦，喊你来一撮，莫急着转去啦，跟妈妈食一顿暗顿再转去，好。进去，好。好，我买张照。哎，小蛋，小蛋。嗯，喏。我帮伊买鞋啊，佮有买衫的时阵，我帮你买一双鞋啊，你等下试穿看卖，啊若袂合脚再提醒我。袂呐，我这。我知影你要讲，你迄若磨平了，再提紧换就好啊。这种废话，你迄哦，唔来下底已经病啊，连迄头前拢要开口笑啊。你若是搁袂换掉，啊，毋是我等你困的时阵，我都给你弹掉。好啦，多谢你啦，别当走啊。哎，小蛋，我开车，你来换鞋啊。欧巴。